性空唯名论主要的经呢是般若等经、毗婆亲辩月称论师等论啊经论，虚妄唯识论呢，后面会提到六经十一论，还有一本十支。那六经十一论呢，这边论是十一个，一本十支，那十支呢是也是论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以大圣三系来说，好，这个是论是多的，哈，唯识是论多啊，哈，真常唯心呢是经多，那真常唯心论它依的经像大波涅盘经，好，胜曼经啊，起信论等论，啊，那究竟一圣宝信论等等，好，这里呢我们先简介三系所依的经论。那在经论当中，唯识论多，唯识根据的主要是论。好，真常第三系的真常系呢，它是经多，真常根据的主要是经。好，它有这样的一个差别。好，我们再分别，前面提到三圣的同义啊。大圣三系呢，殊途同归，都是从同样都要证到诸法的实相、诸法的法空性、诸法的法性、诸法的毕竟空性，这是一样的。那差别呢，我们如果把它稍微归纳一下，就是观法的不同啊，观一切诸法毕竟空啊，观这个这个唯识无尽、唯识无义啊，观如来藏的自性清净心啊，色化众生的不同，有五识具足、五识不具啊，跟未无我具、未听到无我、害怕听到无我的众生的根基，那他所施设的教法方便也不同。那前面提到说，我们说三系的说明呢，它主要在说明一切法。它的所依依什么而成立轮回跟解脱，那这里呢我们把它归纳一下，中观依于什么呢？法空性，一切诸法毕竟空，于一切法空，于一切法空性立一切法啊，也就是说一切法都依于什么呢？依于空性而立一切法，如果立依于有的话，啊，你是实有，实有就不变了。你要是实有的话，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坏事，因为你是凡夫还是圣者？你是凡夫，永远都是凡夫。还好，好，一切诸法毕竟空，它是可以改变的。好，他说。事实上呢，离此并无第二法可为一切法的所依，也就离了什么呢？离了一切法空性，因为依法空性可以立一切法。那第二个呢，唯识呢，说明一切法的所依，刚才提到依于什么呢？阿赖耶识，好，缘起自相有，即虚妄分别，这个是虚妄分别。依势力缘起，阿赖耶缘起，因果善成立，流转的因果、还灭的因果都依于这个阿赖耶识，所以第二世的方便的说明的，一切法所依呢是阿赖耶识，害怕无我的，害怕无我的要有我，那个有我就说什么呢？如来藏。这如来藏实在很方，是一个很殊胜的方便。哦，清净如来藏含藏在众生心中。哦，听到我们就终于怎么样安心了。哦，啊，最后再告诉他什么是如来藏，如来藏就是法空性。那这样如来藏跟中观系的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哦，只是他外面把法空性包了一层糖衣。哦，但是众生有时候是需要的，所以呢，他说一切法所依，如来藏的这个系统说如来藏，如来藏常住不变啊，因为这个系统的这一类的众生害怕无常无我，
唯识系呢，它主要是如果以三那个三法印，好，等一下我们会提到，这是诸法无我、诸行无常、涅槃极境，好，如来藏常住不变，为一切法所依止。好，一切法所依止，中观主要说明法空性，唯识主要说明阿赖耶识，如来藏啊，就是依如来藏说常住不变。那如果把它归纳起来，哈，归纳起来，三系说明的特色，中观呢说缘起性空，性空不离缘起，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这里可以再把它加一句啊。唯识呢，主要说明的特色是什么呢？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呢，它是杂染的。好，我们把杂染种子去除，然后呢，依于法界清净等流的。这些闻熏习的清净种子，然后去向于佛道，如来藏自性清净，烦恼是课程，去除课程烦恼，如来的清净智慧德相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随行好就显现出来。那这三系呢，也可以跟三法印呢做对照。刚才有提到说，性空为名论。如果以三系来讲，它的说明，以三法印，它偏重在诸法无我，诸法无我，一切法毕竟空。这个无我呢，内容其实也是空的说明了哈。人无我跟法无我，人无我就是，我空；法无我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法空。好，虚妄唯识系呢，它主要，在三法印，它可以配合诸行是无常的，偏重说虚妄唯识是诸行无常，真常唯心是涅槃极境啊，如来藏自性清净，常住不变，常住不变的说明涅槃也是常住不变的啊，常乐我净。所以呢，这三系的不同，我们对照到三法印，三法印，那在成立一切法，说明一切法所依的基本法则不同。基本法则这边讲诸法无我，一切诸法毕竟空。那这里呢，这两宗呢是偏向有的说明，阿赖耶识自性清净心的有宗的说明。那这一系呢，这里呢是三系跟三法运的它的一个搭配。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三系啊？在导师里面，他有提到说中观者，有一些人，有的以为一切法一定要说空、说无自性，这样才能成立，这个是属于中观系的。那第二系呢，有的认为，非说什么呢？虚妄生灭的杂染识的阿赖耶。如果不说这个，即无从说起，所以说第二系的唯识系。有的呢说，他说什么呢？非真常不变的如来藏不能成立一切法，说明一切法，所以呢说如来藏系。为什么说这个三系？为什么说中观？为什么说唯识？为什么说如来藏？那都有他立论的，他的一个依据跟想法。说三系，就是要度化众生。度化众生，必须要有方便。三系的说法都是方便。那它的方便是什么呢？方便有不同哦。三系的说法的方便，在性空为名论。中观系呢，它的方便是什么呢？它的方便是能于
毕竟空当中立一切法，也就是缘起性空，缘起无自性，不离性空。性空因为有性空，所以才能够立一切法。所以它的方便，中观系的方便是能于毕竟空当中立一切法，这是它的方便啊。那虚妄为识呢？虚妄为识系它的说明呢，它必须要有一个由来说明众生的轮回生死跟解脱涅槃。那一个由来说明轮回生死跟解脱涅槃是什么呢？什么内容？用阿赖耶识啊，依这个阿赖耶识啊，为识嘛哈，为识所现，为识所变。好，所以呢，它的方便是阿赖耶识啊。如果这两个呢，你们都好像都听不懂，好，表示你们是第几系的？第三系的，所以不要气馁哈。听不懂前两系，表示你还有一系了哈，哦，如果全部不懂哦，不知道有没有第四系了？没有了，只有三系而已哈。那其实哈，应该是说这两系呢，如果你都不能信受，第三系你一定能信受，好，因为中观系讲偏重讲无我嘛，诸法无我嘛，唯识系刚才讲偏重讲什么呢？无常，无常无我，无既无常又无我。打击太大了，是不是？那谁在轮回？谁能去向解脱？解脱呢？他不能接受。佛说没有关系，我跟你讲一个有我，而且是自信清净的，含藏在众生心中，自信清净的如来藏，有我，这样大家终于怎么样？安心，原来不是无我啦，有我啦。那个我是什么呢？如来藏，而且是清净的，含藏在众生心中。佛说，众生心中都有自信清净的如来藏，只因无明烦恼不能证得安心。你有这个自信清净心，其实那个自信清净心的如来藏是什么呢？就是法空性。也就是说，你体悟到法空性，你就可以去入解脱。好，但是法空性呢是空啊。我现在把那个法空性的空把它包装为什么呢？有一个如来藏。所以呢，你觉得如来藏是有还是空？众生是觉得是有还是空？有，终于安了，有我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有我的如来藏是一个糖衣嘛，哈，他把糖衣打开之后呢，原来糖衣里面是法空性啊。法空性是什么呢？我空法空。既然我空跟法空，就是一切诸法怎么样呢？毕竟空，还是一切诸法毕竟有？一切诸法毕竟空，一切诸法无自性，一切诸法毕竟空。所以如果你是立根的，好，立根的呢，前两系也有这样的法去摄受。如果是顿根的呢，真常唯心说众生身中有如来藏，如来藏常住不变，自信清净。好，听起来，这个也很令人欢喜。好，这是三系说法的方便，方便转转胜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前面呢提到三系的一些同与不同，好，那我们后面呢再分辨两个内容，好，补充两个内容。我们说
虚妄为事，真常为心，这两个内容呢，为心跟为事。那有一些学者呢，他大多以为虚妄为心论为为事，真常为心论为为心，这两个为事跟为心呢，这两个内容，有些学者认为是不太一样的哈，但是实际上，三界为心就是万法为事，为事为心，啊，为心为事，三界为心即万法为，万法为事，为心跟为事呢是同一个内容。那最后一个呢，我们跟大家介绍啊，现观次第啊。那也就是我们要进入诸法实相现证空性的时候，它的观法的次第呢，这两宗有点不同，一个是唯识宗，一个是中观宗，好，比较一下。那唯识宗呢，先观所取是空的，净空嘛，哈，后观第二个观能取是空，能取是是空的，好，其实也是。也是跟什么相应？跟空相应嘛。第一系也是跟空相应，第二系也是怎么样？跟空相应的哈。后去入现证，这是唯识中观什么呢？唯识无尽，以这个为修学的方便。中观中的现观次第呢啊，先观一切法空啊，先观一切法空。先观一切法空，次观能观的心也空啊。那观法，观能观的心也空啊。然后呢，后去入现证，中观中是以原生无性空，原生啊因缘生无自性，无自性毕竟空。好，这是他的一个观法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讲到了这个三系。它的内容，三系它的名称呢，从前面有六说的不同。这六说呢，最简单的记忆，中观、中观系、唯识系、如来藏系的三系，另外有导师的三系、太虚大师的三系，还有唐朝两位古德啊。的三系，那这个归峰宗密大师，还有永明延寿大师，哈，总共可以归纳成六类，哈，最容易记忆的就是中观唯识如来藏三系了，哈。那他的修法，我们从前面呢有个别介绍他的修法。那后面呢也比对三者修法的不同，好，那无非呢这三系的内容，它度化的众生不一样，有度化五事具足、五事不具、未无我具的三类众生，或说度化立根的众生、中根的众生、顿根的众生，度化众生的根基不同，那他的观法也不同，所以佛气理气机的说空说有，有这一些差别，无非要度化不同的众生。这三系呢，方便转转胜，法空性无二。智者呢，应该善于贯摄一道一清净，所以道一清净就是。中观系的能去向于清净，唯识系的能去向于清净，如来藏系的也能够去向于清净。这个清净是什么呢？无上佛道的清净，也就是说，这三系都能够让我们去向于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佛道。那大家可以看相应于哪一系，那可以去实修，
即可实证无上佛道。那这两次的上课都是大乘法，非常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重要所以讲三次。所谓重要呢，是相对于二圣法来说，大乘佛法重要于二圣，殊胜于二圣，大乘殊胜于声闻缘觉。因为佛陀说法的本怀就是说大乘法，佛陀过去生所行的就是大乘的菩萨道，我们要说佛所说，行佛所行，证佛所证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。那我们后面有三次呢，会再说明这三系的所依的经论，重要的修法。好，我们就上到这里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众生与我等，皆共成佛道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。不分大小，不分种类，慈悲救护生命，传达爱以及对生命的关怀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学佛就是从慈悲而找到了生命，从慈悲就断除烦恼。所以中华护生协会到处在解救生命、放生，但是有很多生命没有办法被放生，你要救他。牛、流浪狗、狗，甚至的一些大型的不能被野放的动物，所以生命电视台需要有更多人提供土地、提供人力、提供财力来保护这些可怜的动物，因为他们对我们都有恩的，都是我们的父母，所以愿大家一起来成立护生园区，也加入护生园区保护动物的工作，来成为义工，来成为职工，以一个佛教徒慈悲的心来做这个圆满重要的工作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4213-8483，4213-8483，户名：中华护生协会。
生，生命。